成绩11秒55，个人成绩11秒48。在第九道的印度选手施万卡，包括第二道的中国香港选手梁君怡，这都是11秒7上下能力的选手。而且梁君怡呢，在亚锦赛也跑进过决赛，拿到过前8。在 U20 亚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枪的表现。好的，选手出发，希尔瓦莫郎现在的领先还是比较有优势的。石川优在这个阶段逐渐开始掉队了，希尔瓦莫郎处在第一位，率先撞线，全力的去冲啊！这一枪11秒58，到最后似乎想收着劲儿跑，但是已经收不住了。